今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一早除了来台十七年的土耳其艺人吴凤，每年准时发文庆贺，第一位发文庆贺的台湾艺人则是赵俊雅，他写道：炎黄世胄，黄埔建军99年，疾风劲草，气壮山河，中华民国万岁。八点党女星吴婉君也发文：世界和平，国泰民安，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郭玉琴每年国庆也都没缺席，写道：先分享一下上个礼拜在顶楼看到的雷虎战机练习经过，刚好被我捕捉到的画面，祝福我的国家生日快乐。正在澳洲度假的阿 Ben 和徐小可也不忘庆贺发文：中华民国台湾时时快乐，国运要昌隆，国泰又民安。琳达更是诚意十足，穿上国旗比基尼秀出火辣身材，性感女模 Ashley 艾绪丽跟北艺大女神谢丽琪也发国旗装辣照，祝台湾生日快乐，吸引大批网友狂赞。但也有不少没有出生的艺人纷纷被点名，其中今年在十月一日开第一枪庆祝中国国庆的第一名模林志玲更是遭殃。林志玲在中国国庆日时，在第一时间于微博转发贴文，并写下山河锦绣，盛世中华，而此举也让名嘴苦林相当不满。十月一日林志玲抢先，我爱中国，我就看你十月十日爱不爱中华民国，经营接中华民国国庆日。但林志玲的社群网站截至目前都没有任何动静，就连近期在台湾发展亮眼的老公 Akilah 也没有发声。对此有大批网友便涌入了林志玲的最新贴文，明明是一张比着耶的绝美自拍照，但底下留言却因为他没祝贺中华民国国庆日而引来狂批。